的老朋友，其实今天健保连线主要诉求啊，如何大家健康。我常在说啊，其实每个人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也是自己最好的建筑师，所以说大家健康啊，要靠自己维护。哦，接着呢，我再介绍几个贵宾。哦，我这里隔壁坐的是我们这个整复，这里他有台湾整复师联合工会的党主席啊，工党的党主席。大家好。我按照名片的程序哦，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来一个《中国时报》，这个丁记者，他是一个资深的记者，今天也特别来哈。这个龙岩营业处的主任刘天全。台北社会局啊，社会局的银发族的代表张志礼老师，他是中国协的老师，台湾幸福国家连线执行长，也是未来要准备选举立法委员的，也是这个主席。1996年中华民国杰出企业家，菊志平小姐，在外面。好，这个天元邦法律事务的经理纪文清经理，好，谢谢您的莅临。脊椎保健研究中心的康世元博士。在这里啊，谢谢你，欢迎你。中华自然医学教学学会的黄天和主任，黄天和，然后在外面站着，这周一整了，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凯丽化妆品公司的业务经理张顺花，好，谢谢你。财团法人的这个林玉培先生，在这里，他也是一个专门采访这个有特殊的三协生活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李可生先生，好，谢谢您的莅临。自然健康社区的经理林芳如，好，谢谢你，李小姐。金头脑成功企业集团的台湾成功党王志坚，好，谢谢。力宝岛的负责人林龙峰，好，谢谢你。台下还有几个没介绍我们这个台湾好运动吴开江董事长也是一个长期主席，谢谢您的莅临。还有这个前面这个台下两岸的蛮出名的啦，跟我也是有二十几年交情，将近三十年叫何若兰教授，他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才，我们一个能量的老师吴明明老师，站起来一下，他的方便很特殊。刚刚我看到中华福利大联盟的团队，现在已经有来几个了，站起来一下，给大家鼓掌一下，谢谢你，谢谢你。如果没有跟各位介绍的如果方便明天老师再介绍，接着呢，今天我们最辛苦的就是我们吴主席啊带领的团队在外面做给各位的服务，给他最热烈的掌声。还有今天三位
三位摄影的专家啊，包括舞台长江老师，还有这一位，这位姓什么？您贵姓？好，他们这个专业给他做一下鼓励啊。今天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接着呢，接着我们请这个郭主席啊，陈主席。